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快船对阵步行者，伊巴卡、路威缺阵，贝弗利复出。快船129-96吊打步行者，取得4连胜。步行者中锋迈尔斯特纳缺阵，快船开局攻筐凶猛，莱昂纳德、祖巴茨、乔治、巴图姆都打到篮下，乔治还上演精彩的个人 PK。之后乔治、肯纳德、巴图姆、帕特森、莫里斯又命中5记3分，快船首节36-26领先。步行者麦克德莫特大爆发，前六投全部命中，得到15分。第二节步行者内线再次被打穿，乔治、莫里斯连续得分，肯纳德投进3分后，快船51-33领先18分。小萨博尼斯篮下独得8分，贾斯汀霍勒迪续上3球，步行者追到6分分差。莫里斯2记3分回应，小萨博尼斯则完成压哨补篮。步行者上半场55-61落后，小萨博尼斯13分10板5助攻，麦克德莫特18分，霍勒迪13分，布罗格登9分5助攻，乔治11分，莫里斯17分。第三节麦克德莫特、贾斯汀霍勒迪、小萨博尼斯打出6-0追到2分分差，巴图姆、贝弗利连中3分，莱昂纳德2次扣篮，快船领先10分。之后贝弗利、莫里斯、肯纳德、帕特森命中5记3分，三节战罢快船100-75领先25分，快船单节39-20净胜19分，莱昂纳德单节得到11分5次助攻。第四节乔治、肯纳德包办16分，快船领先到31分。比赛早早进入练兵时间，快船3分39投19中，莱昂纳德17分7板5助攻，乔治20分7板4助攻，贝弗利11分5板6助攻，巴图姆10分5板，莫里斯20分7板3助攻，肯纳德20分，帕特森10分，萨博尼斯19分14板6助攻，麦克德莫特23分，布罗格登21中7得到14分8助攻，霍勒迪15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